大家好，今日讲下地球烂队里边嘅战舰，因为佢啲戏份少到可怜咧，我有可能由介绍变成咗吐槽。所有资讯嚟自维基百科网站，所有战舰登场喺《再见宇宙战舰大和号》嗰啲战士们第二、第三季永远嘅大和号同埋完结篇。喺宇宙战舰大和号第二季里边登场咗护卫舰、巡洋舰、驱逐舰、巡逻舰，战舰基本数据。佢哋大多数安装咗鱼雷发射管、速射炮，因为大多数戏份咧被仙女座号同埋主力舰抢走咗，所以跑嘅画面都好少，少到我发癫，只系剩翻大量嘅沉没画面。呢架战舰全部讲晒，依家就讲登场喺《永远嘅大和号》第三季同埋完结篇嘅战舰，由细讲起。E 类型驱逐舰登场喺完结篇。同大和号参加咗冥王星海战，战舰基本数据全长超过200米，引擎为一座波动引擎。呢、这个级别嘅驱逐舰设计系强调导弹、深水炸弹嘅战斗，而唔系主炮火力战，所以导致到咧武器变少咗。喺舰尾有一个飞机甲板，可以俾运输机降落。因为系完结篇，喺冥王星海战里边嘅驱逐舰都系使用咗1945年4月7号参与仿之甲海战嘅驱逐舰舰名。例如雪峰同埋冬月等等，喺冥王星海战里边，8架驱逐舰有7架被高辐射导弹怼冧咗，最后冇被击沉嘅冬月咧就负责接收所有大和号嘅船员，睇住大和号冲向水柱自爆。E 类型巡洋舰登场喺完结篇，负责护航难民船团。战舰基本数据，引擎为一座波动引擎。E 级巡洋舰主要搭载咗一座扩大波轮炮、2座三联装主炮、1座导弹发射架同埋4座防空炮。喺舰尾咧就安装咗弹射器，即系飞机弹射器嘅。喺完结篇第一次出场就喺港口俾英吉尔舰队轰炸。E 类型战舰登场喺完结篇，佢哋负责保护难民船团。战舰基本数据全长306米，引擎为一座波动引擎。E 级战舰主要搭载咗1座扩大波动炮、3座三联装主炮、16座防空炮同埋大型鱼雷，整体咧比大和号自动化，但系主炮仍然需要人手操作。喺完结篇里边，佢哋对丁格尔舰队发射扩大波动炮，发射出去嘅波动炮咧冇击中，仲俾丁格尔嘅舰队请食高辐射导弹，最后全军覆没。大型无人舰队同埋小型无人舰队登场喺《永远嘅大和号》里边，两个舰队受到暗黑星云帝国嘅舰队伏击，因为所有舰只咧冇配备 AI， 喺敌人打中控制中心嗰一刻咧，所有战舰变成移动靶，最后全军覆没。因为咧佢哋冇任何大小存在咧，我只会讲武器。亚利桑那号战舰登场喺宇宙战舰第三季，佢系北美探察队嘅护卫舰。亚利桑那号主要搭载咗舰首波动炮1座、3联装主炮3座、3联装副炮2座、12座鱼雷发射管、烟通导弹发射架1座，同埋6座防空炮。引擎为1座波动引擎。舰体嘅基本结构外形咧同大和号相似，但系咧有啲外形部分咧好似仙女座。亚利桑那号同主力舰一样，波动炮口装有甲板，除咗大和号以外，佢系唯一安装咗烟通导弹发射架嘅战舰。喺宇宙战舰大和号第三季里边，一 part 咧系冇加入到动画里边嘅，系有位网友补充出嚟。为咗保护北美探察队，亚利桑那号一架船单挑部分波拉舰队，虽然咧佢怼冧咗大量嘅波拉战舰，但系咧被波拉舰队击沉咗，船队因住战舰嘅性能啦。仲有依架船咧系由2199总导演负责设计嘅，亚利桑那号嘅后继仍喺副片导演剪辑版结尾登场，海王星嗰啲就系佢哋噶啦。威尔斯亲王登场喺宇宙战舰大和号第三季，佢英国探察队嘅护卫舰，引擎为一座波动引擎，武器为波动炮1座、4座主炮。喺宇宙战舰大和号三里边。只出场咗2次，之后下落不明，大多数机会应该都系俾波拉怼冧。卑斯麦号登场喺宇宙战舰大和号第三季，佢系德国探察队嘅护卫舰，武器系舰首嘅炮，只有一个镜头啫，之后又下落不明。
挪威克号登场喺宇宙战舰大和号第三季，佢系苏联探测队嘅护卫舰，只有一个镜头，之后又下落不明。仲有宇宙战舰大和号第三季嘅制作时间喺1980年，呢个时间咧系阿富汗战争苏联仲存在嘅时间嚟嘅，所以唔好讲200年后仲有苏联，唔合乎事实啊呢啲嘢。呢架船咧好似70、80年代嘅太空船，总之呢架船俾我嘅感觉就系好容易怼冧咯。OK，依家讲202嘅护卫舰喺202咧，只登场咗护卫舰同埋巡逻舰，而驱逐舰同埋巡洋舰咧冇请翻嚟继续做茄喱啡。战舰基本数据，佢哋咧大多数安装咗小型波动炮、洋电子冲击炮、大型鱼雷发射管同埋速射炮，但系一样戏份少到可怜。喺17集里边，巡逻舰咧成个8次咧冲咗入敌人嘅炮击场。呢度系做乜嘢啊？呢套自杀机出动护卫舰，唔该你喐下啦，增加生存几率啦，唔该。我成个笨蛋企喺度啦。佢话唔好，之后咧佢哋全场做茄喱啡，18、22、25出场一次，大多数都唔系打交嘅。喺第26集里边，佢同武卫舰咧拖住绿色大咸鱼翻时间段层工厂，又冇啦。如果系编剧，俾咗佢8集嘅戏份啊，之后再俾佢光荣沉没，咪仲好？好似仲有边个呢？哦，蓝色诺亚号啊！呢架战舰咧登场喺副篇同埋2520，佢搭载咗大量嘅主炮。我2520嘅故事嚟讲，应该佢仲有大量嘅戏份出场嘅，但系都知噶啦。喺副篇里边呢，我真系唔知点样讲好，搞到佢好笨蛋咯。Are you kidding me？2520里边嘅无畏舰唔多讲啦，睇2520啦。我依家回复依个人嘅留言先，我纯粹讲下我睇法啫。大和号真人版更合乎逻辑，过鬼。引擎最初系好大嘅技术，一步一步进步咧。先令到引擎变细。喺旧版大和号里边，人类得到波动引擎嘅设计图，制造出嚟嘅波动引擎咧就系好大嘅，慢慢改进、改进、慢慢改细，改到咧好似2520嘅波动引擎咁大到啫。真人版里边嘅波动引擎细有咩用啊？里边啊嗰架大和号全长534米啊，波动引擎占丁屎咁多空间，剩翻嗰啲空间系做乜啊？塞垃圾啊！塞多啲战斗机啦！OK，今日讲到呢度，下条片做乜我唔同你哋讲，下次再见。